嗨，我是小瓜，今天拼了一个超级精致的拼图，这是由海里鱼出品的我的宇宙系列，全系列一共有十加一个，但我今天只拼了地球、金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冥王星，冥王星就是那个十加一的一，是你要一次购买全系列才会附送的。海里鱼就是专门出这种雷射切割的台湾木拼品牌，他们家拼图的特色就是细节很多，像是这个超级可爱的企鹅拼片，就是来自地球拼图。每幅的拼图中都会有跟这个星球相关的特殊拼片，像刚刚讲到的地球拼图，除了企鹅之外，还有鲸鱼、大象等等动物。金星的星座符号，火星的火星人、小飞碟，还有冥王星的缩写等等。而且每一颗星球都有他们代表的天文符号跟星座，这是超级满足收集控的心理。但这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。海里鱼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图中图，所以你不只可以拼出大的星球，你还可以从中再拼出一个小星球，当中也融合了这个行星的重要元素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今天无法展示给大家看的特色，就是如果你拥有全系列的话，你会发现每一幅当中都会有一个齿轮，你把它挑出来合在一起，就能够组成一个太阳系。最后来讲讲这个系列跟其他系列不同的地方。由于这是海里鱼比较早的作品，所以他们其实在星球上做了很多实验性的巧思，像是只有星球和节气系列才会有的拼片厚度差，让拼图多了立体跟层次感。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特色，那就是这系列融合亚克力拼片还有木拼。亚克力给拼片一种特殊的质感，整体还能够透过光影制作不一样的效果。但可能因为加入亚克力会让工法变得复杂，所以目前这是我的宇宙系列才独有的设计。以上就是我从拼图中发现的巧思，这真的是我拼过最精致的拼图了，海里鱼完全是台湾的骄傲。那如果你知道更多的特色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，你可以跟我说还会想看拼哪些拼图。我是小瓜，我们下次见。